Find X2 系列上使用的65瓦修坡沃克，改善的不只是充电速度，也是市场上商用的最大功率的快充。有些事情，如果你想做得更好、更快，就必须做得更慢。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，是一句广告语，其实更是用户真实的需求和体验。从沃克到修普沃克，我们一直引领快充技术的前沿，探索快充的无限可能。安全是一切的前提。修普沃克是我们首创的双电池串联手机电源系统，使用10伏6.5安，小电芯异常时能量比大电芯小很多，所以双电芯更安全。同时以沃克为基础的直充架构、双向通讯、熔断式的过压防护等措施，也是修普沃克安全的基石。我们在手机端、适配器端都使用专用的芯片，封闭的管理快充的过程，最大限度的防呆，保证安全。我们在适配器端采用了全新的半导体材料和最新的功率器件，在提升充电功率的同时，让适配器做到便携。我们的技术团队规模从几个人扩展到十几个人，一直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十几二十年，在内部称呼我们是特种部队。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.45亿闪充的用户，我们保持开放的态度。OPPO 已经将沃克闪充技术对外授权，未来将为更多的用户带来快速充电的体验。闪充技术从第一代的沃克到现在的修普沃克，无论在性能上、体验上还是安全性上，技术方案都具备前瞻性。领先很难，但是我们一直在领先。如果你问我未来功率有没有可能比65瓦更大，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